台视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即将登场了，这回呢要祭出超强卡司开唱，更异业结盟，只要上网登录购买饮料的发票，不仅有机会可以抽门票，还能够一人中奖，两人同行。台上劲歌热舞，精彩的表演内容加上超强卡司，让台视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每每推出就掀起抢票潮。我们亲自有预估哦，今年应该是可以比以往多1-2成，那通常以往是大概会破10,000人次。尽管受到疫情影响，今年世界各国有许多演唱会都喊卡，但考量台湾防疫措施严谨，不少演唱会还是可以如期举办。像是台视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，今年不仅有超强卡司要让歌迷听个过瘾，想要抢门票到现场一睹明星风采，只要喝饮料再上网登录发票，不仅有机会抽中门票，还能一人中奖，两人同行，让三五好友一起狂欢。买2件饮料商品，然后呢可以去抽这个红白的门票的一个活动。那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别是说，我们会比较多在于试出门票，这个是双人演唱会的一个形式。为了让更多人都能到场看到歌手开唱，今年演唱会双人门票的名额也非常多，想试试手气的人得加快抢票。解综报道。